从那种很基本款的开始哈，像这两个就是一般的那种对大塑包啊，可是它的质感啊、皮革啊，不是皮革啊，它的那个料子都做的还蛮不错。然后像这个还有包中包，还附一个小的编织包，小包的质感很好，连小包的我觉得都做的还真的还蛮不错。然后这种很简单的大包包嘞，这个编织的是能八告，好便宜啊，就两个包是能八告。然后这个是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纹啊，鳄鱼吗？还是蛇纹？蛇纹的这个大包包，你这是完全防水的，才多少？200块，好便宜啊！这个吐，我觉得非常好，你就随便吐，真的都 OK， 这个便宜到吐了，我自信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这两个我很喜欢，好好看哦。它的质感超好的，也是今年的秋冬，而且这有原创设计的感觉，对，这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它的金属跟它的那个硬挺，跟它两侧的那个挺度、缝线呐、挺度啊，都做得非常有质感，而且它颜色也超多，但我就硬要一定就是这种价钱，我一定要选两个。然后它是前有拉链，然后后也有拉链，哎呦。所以它是两个口的，同样呢，它还是有个长肩带可以背，所以你也可以斜背，就是长肩带的斜背，这样子的一个包包稍微贵一点，但它质感超好，才多少？900，很 OK， 这上班族拿的，真好看，它质感超级好的，这看起来就很像主管在用的，对呀，像包像。因为它的那种包细节做得太好了，我觉得，然后它的扎实度我觉得非常的好，所以这也是秋冬很好看的包包。再来，这是啊，我之前有介绍过的类似这个皮，然后因为它是很薄的碎羊皮，小羊皮哦，它去拼接出来，它是真的小羊皮的包包，然后它把它拼接出来一个成一个大包包，然后很酷的是，工就哇，对啊，不得了，很厉害啊，它的各方面都金属什么都做得很好，这真的是羊皮啊，真的是小羊皮啊，然后拼接的，你闻。有，因为它是拼接的，它是用很薄的小羊皮去拼的。上次有介绍过，是真的。对，是真的。然后另一个是不同的款式，然后它妙的是还附一个同样皮革的那个皮夹，哎，贵州，贵州皮夹，然后连皮夹的那个质感都做得非常的好。哎呦，哎，这交换礼物很好用，对呀，分开来变两个，只要分这个的。羊皮的包包它才多少？多少？1490，真的是羊皮，真的用小羊皮拼接的，就是1490，而且我就是很爱这种软的大包包，而且它质感摸起来超好，很好，因为羊皮很软，它有个肩带，所以它我觉得非常好用。这个去小旅行的时候也可以用啊。对呀，然后再来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就是今年就是那种，你越看好像一只流浪狗。你可以把它调到长短，随便你怎么调。然后我觉得调长一点比较好看吧。然后就是肩背或者斜背，然后它其实就是仿鸡皮的布而已，它其实只是布。这我背比较好看。好，那老师背，老师帮我背，这很好看，而且好轻，好有 feel， 好有 feel 哦，好有 IG 哦，很有 feel， 老师背有很有感觉，浪迹天涯的超好看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里面放的是花雕酒，感觉是一个菜刀。那老师帮我揭晓一下价钱嘛？390。我看一下，不可能，他这么多流苏，对啊，布料怎么可能？好喽，揭晓了，580，当然，289，好可怕，因为它其实就是布，但是就是这个价钱也是非常非常的吓人，但是就是好好用，你去配衣服什么，我觉得都很好用，290，对呀。再来最后这个，因为我没那么常背后背，但这个包是我会用的，是因为它可以肩背嘛，然后后背双背，然后它还有
这个侧背，直接它附一个链子在上面，它就有。哎，好用哎，那个好用，那个嘴巴也好大。对，因为它有一个有一种文青的 feel， 所以我还蛮喜欢。然后厉害的是它这个拼接的这一块也是真皮，所以它是布料跟真皮去混的拼接的。然后这个包超好用，质感也很好，又很好装，旁边口袋也很多。混真皮的后背包才999，超便宜，而且这个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会很好，很适合，很中性的一个包包，好垮吧。